Thank you.
我在上班室。
跳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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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起
好巧。
好球，好球！球，好，好球，还有头抬起来啊、哦、哈，这一个好球，放松，来头抬起来，兄弟。好球，好球！啊，这球，这。很可惜，他这干嘛呢？他就像他刚刚那一局这样发就好。对啊。就要发就好，干嘛呢？因为他都过强，然后去挑，后面几球都接着是他的球，那比赛之后不要讲好，等一下等一下，这比赛就不要讲，接下来我就跟他说，你不能觉得划船划得对的比较小，因为他是身材好，要往前跑，压下去就好了，是不是压下去？好球！
这样抓是对的。这样抓是对的，只是功力不够。不是他抓过，他又想放手，放手就失败，这时候就腿长就不对。